春奈。为什么你每一次讲上联的时候都要？哎呀，为什么？就很气啊。Oh, OK、欸。冯云珍可是偷吃跟劈腿不一样吧？当然一样啊。偷吃只要有第三个女生都是不行。哦，我知道康永哥所讲的，可能劈腿是偷吃是一夜情吗？偷吃只是性，你讲劈腿可能是感情跟爱意，可以这样分吗？可以。肉体怎么可以跟灵魂分开？你呢？肉体可以跟灵魂分开吗？可以啊，你死了就分开。所以你这样，你死了，我讲了，对啊，那所以做。工娼这种行业，他们就是分开的，一定得分开 分开的啊。那就去做工娼啊，不要。反正很想做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你觉得可以分吗？可以啊。偷吃跟劈腿不同。对啊。欸、你真的要留下电话，真的我们。而且玩咖不代表他不赚钱。讲得好。真的，非常感谢你为我们玩家协会的颁奖状给他，有点向你求婚吗？哎，你讲的是你真的相信的事哦。真的啊，玩咖不代表他不专情。好屌。好，所以如果有个男生说他爱偷吃，可是永不劈腿，就是他会跟人家一夜情，可是他不会爱上别人，这样对你来讲就算是一个很好的承诺了。其实我不相信承诺这种东西。通常说不会劈腿，到最后一定劈。我最近常常是这个小妹妹耶，真的，你不是才十八岁吗？结果你会，请问你几岁被救出火坑的？对，你不相信承诺这件事。对啊，通常所以每次你约会的时候，男生说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，就然后就点烟，点烟，点烟，真的吗？真的啊。是你会受过伤害，所以你不相信天长地久。通常都是这样吧。对啊，受太多伤了，也不是我受伤了，就是身边所有人几乎都这样吧。唐志忠，你要好好对待他，真的。那你自己本身会对你男朋友劈腿吗？本身嘛，我不会劈腿。你们等一下，今天是你们两个相亲的。对，当时他讲了一句话，就讲说通常承诺，就我不会劈腿，到最后都劈腿。所以你刚刚是讲你不会劈腿吗？女生讲不一定啊，男生讲的话不能信。这就是说。你身边这个男生如果开始讲某一句话的时候，你的警铃应该要响起，表示可能已经开始劈腿了哈。你们都有这种讯号吗？有啊，超多。真的，男生说什么时候你应该要警觉？就是当你要去找他说你不要来，你就该小心了。因为通常只要你要去找任何人，他们都会说赶快来。是这样，所以他说不要来，你心里会立刻就噔噔噔，就是要出事了。嗯，那会立刻就杀过去吗？会啊，会杀过去啊，当然一定要杀过去的、啊。难怪你戴眼镜那个杀，而且骑着 IP 不会跑，马上一直都去不了。你有警讯吗？我觉得如果男生嫌你厌烦，说你怎么又这样，怎么又这样，就是可能你真的很烦、啊。他可能有新欢，后来所以才会挑剔你毛病。啊，你认为男生如果没有新欢就不会嫌弃旧的？对啊。所以你如果每一次都是就吃了第八个汉堡的时候，他就说你怎么又吃那么多？然后你就知道他就代表他偷吃。只是他一直被嫌弃，女生总是认为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，有别的人、okay. 啊？然后你最近怎么老是睡这么晚啊？或者是什么、怎么又变胖了、啊？这种都是。这准确吗？这个是吧？可以。常常沟通，常常相处。嗯、那我个人的建议是给女生的建议，我觉得女生如果跟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女生要把自己当典狱长，可是你要给你的男生是一个没有范围的牢房。哦。好深奥哦，他是被圈养的，他是有主人的。对，他虽然可以在原野间奔跑，可是他还是有主人。因为我觉得在男女关系里面，其实女人还是位置最大。真的吗？有，我觉得至少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女人位置还是最大，因为你不肯，我什么事都办不了啊。女人还是最大的。OK， 所以你接下来，你今天听完之后，接下来会改变你对于那个什么不相信承诺啊什么这些事情的态度吗？还是你觉得更可怕？觉得更可怕，基本上讲他会觉得对男生更没有信心，是不是？感觉男生好像说什么都在讲假的，只有梦话是真的啦。哎，梦话也是假的。对，就装睡着讲的。那如果等一下录影结束后，唐志忠要你的电话呢？不要了。喜欢他下来，喜欢他这一型的吗？好像有点差距年龄。好，我们下课啦，请。